端科技领先全球，中华电信把资源也带到了偏乡，协助拉近城乡差距，推动电子商务。拥有电脑专长的企业志工更是投入辅导的时间和人力，希望透过硬体的设备和软体的投入，让住在大爱山林永久屋的住民也能掌握电子商务的网络经济。李董事长他的一个观念就是，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是希望扮演缩短数位落差，创造数位机会。那我们开办成人电脑班，也希望说辅导我们这些社区在整个地方的这些产业文化，那能够透过网络，让所有的我们台湾各个部落都了解，那也可以将整个这些产业销售到我们台湾各地哈，那这样可以创造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机，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中华电信企业社会责任科指出，电脑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工具，电子商务更是沟通交易的普遍形态。不过对于住在大爱山林永久屋的偏远居民，或是已经上了年纪的民众来说，除了要靠电脑建置资料外，也要有足够的频宽和内容才能把好产品推广出去。而两年多来，中华电信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，让灾民有机会接触电脑科技。从我们陪伴或包含善款，还有一些善心人士，包含公部门的政府，都是非常关心我们。但是主要后续的还是靠我们自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88条例结束以后要靠我们自己。所以整个产业我们都在规划。那当然我们刚所简报的相关的这些不管是商圈啊、市集啦、啊，或者是我原住民的公园、文化公园，这都是以后我们要持续勇气去协助我们走出去跟产业的推动了。拥有电脑和网络频宽资源的中华电信公司，带领着懂得操作电子商务和网络行销的企业志工，不仅捐赠了硬体设备，也提供了软体技术。借由企业志工的投入，使得偏乡民众有了上网的机会，尤其是利用课后时间学习的孩子，更是受惠良多。那最主要有一些学生，他因为跟大学生的互动，他在成绩上也许没有比较明显的进步，但是他在人生的规划跟目标上就受到很大的启发。那很多学生就跟我讲说，校长，我们跟好想去读辅大，我一定很想当大学生，就类似这样。那或是说他们在看似网络客服，其实在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有一个窗口。电子商务不但可以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，更能够减少中间的物流与剥削。偏乡民众学习电子商务的技能，也让中华电信企业志工运用自己所能回馈社会。